别太明显了，当心被杨家抓包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跟杨家已经分手了，你别乱说。哎，我给你算算啊，你这分了几次手了？这没个100次也有80次了吧？可惜每次都分不掉啊。你呀，就别折腾了啊。谁折腾谁啊？是我没心情陪他玩了。你唠唠叨叨的，新娘都装好了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不都等您了吗？大师，咱选好地儿了吗？选好了，就那片草坪。好嘞，走吧，宝贝儿，来，走了。哎，干嘛呢？哟，找到新工作了。没错，本姑娘现在就是这个公园聘请的临时园艺工。你脚下的这块草坪就是本姑娘负责的，看到牌子没有？爱护花草，禁止践踏。我们就拍几张照片而已，踩不坏的，啊？不行，这是规矩。我们去过管理处，交过补偿费了，放心吧。哎，交过钱也不行，这个草地是我负责的，坏了我可是要赔的。小姐，是谁小姐啊？乱叫什么小姐呢你？行，姑娘，我们就拍几张照片，不会乱跑的，就摆几个姿势，拍完就走，好吗？哟，这是我的职责，你们去别的地方拍去。这公园是私营的，跟影楼是有协议的，这草坪就是给人拍照用的。我的朋友来拍婚纱照，婚纱照你懂吗？一生就那么一次，多么美好的事情，能不添乱吗你？哎，公园这么大，你们去别的地方拍，我管不着。这块草地是我负责，你们谁都不要上去。喂，哎，天明，啊，你不是跟这公园老板很熟吗？你怎么衔接的？哎，这要再拍不了，太阳可下山了啊。行。我今天就省拍了，怎么着？哼！哎，反了你了是不是？给我下来，下来！让开！你这是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出去！我说你！你先不守规矩的，天明，怎么样？我看看。哟，你知不知道一个镜头好几千呢？这么一摔可就……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，算了吧。啊！天明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你来的刚好啊！来，我们上午交了钱。啊，这个小姐现在死活不让我们拍，照片没拍成，你看相机摔什么样了啊？安宁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经理，这块草地正在养护，不能踩踏的。这位先生非要上去，我但是……你办事怎么一根筋啊？草地是需要养护，可人家交的钱不就是为了养护草地吗？再说了，我和天明还是好朋友，你把人家相机摔坏了，马上给石先生赔礼道歉。又没有人通知我，这个草地是用来赚钱的。我没有做错什么，凭什么向他道歉啊？你小小年纪脾气还不小，马上道歉。小事情，别为难他了啊。不行，如果今天他不赔礼道歉的话，那我今后怎么管理这帮临时工啊？大不了我就不干了，让我跟这种人赔礼道歉，门都没有。别说门了，窗都没有，缝都没有。欢迎你，你给我站住。好，你辞职可以。可是你摔坏了别人的东西，总不能让我给你赔吧？没事，相机我自己拿去修就好了。别走吧，走吧。修这个相机要多少钱？没多少钱，才几十块，真的不用你赔了。不行，你的相机是我摔坏的，我必须得赔给你。行了，真的没多少钱，不用你赔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现在就跟着你去修相机，该多少我就赔你多少。我可不想欠你人情。好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拍不了了，找别人帮你拍吧。收拾东西走了。不是，天明，你这个点让我找谁拍去？哎，你上哪儿修相机去啊？
好歹啊！我可是诚心实意要陪你相机的，过了这村可没这个店了啊！哎，一会儿在哪儿见呀？放手。真吵！你说什么呢？给我停下来！停车！停车！小短腿还想追摩托车，你杀人灭口啊，要累死我是不是？啊，挺能跑啊你。嗯，好，姐在学校可是连续六年的长跑冠军。真的假的？你爱信不信。喂，你能不能别老是跟着我，别老骚扰我行不行？谁骚扰你了？我摔坏你的相机当然得赔了。别以为你假装高抬贵手就显得自己高大上了啊，我不收你的小恩小惠，赶快带我去专卖店，该赔多少赔多少。你忘了我是公交色狼，你这样老是跟着色狼你不怕？你是色狼没错，但我是斩狼国的，专斩你这种色狼。养猪的吧，腿像猪那么短。我是养猪的，那你就是那只猪。行行行，你那么想赔的话我让你赔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明天回公园上班。回去？放心吧，如果那个经理不同意的话我会亲自给他打电话的。摔坏你的相机赔是天经地义的，上班的事情我已经说不干了，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啊？有个性不是在这种事情上面展现的，千万不要跟自己的饭碗赌气。你还不是因为赌气要跟杨家姐姐分手啊？我跟她分手怎么是赌气呢？我是按你的这种智商，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。总之你明天必须回去上班，要不然就别跟我去修相机，怎么样？少啰嗦，赶快带我去修，修完我好回家，累死姐了。那你敢坐我的摩托车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来，带上。干嘛呀你？想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坐后面，坐这儿。哦。还好吧你？我都说过了，没有女孩子敢坐我的哈雷的。我敢保证，只要你坐过第一次，就肯定不敢坐第二次了。真的不敢啊！我别以为我吐了就怕了啊！不敢坐第二次，再来。你想死也别死在我车上。嗯。喂，你是不是属牛的？那么犟。哎呀，真是。行了，别吐了，修相机了。
这镜头怎么摔成这样了？哎，别在说悄悄话，搞小动作啊！这个镜头坏了，得换个新的，800块钱。800？你不是说几十块钱就行吗？我是说这个数，这个数。是啊，我就说800嘛。哎，你们别在那打手势，说话语的，我看你们是联合起来想要敲诈我。哎，我说这姑娘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？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个镜头是日本原装进口的，低了8000都拿不来。是这位先生告诉我说让把价说低一点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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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8000块？说什么呢？不修一下就好了吗？哎，行了，80可以了，给你80啊。80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真不行。行行行行了，别这么急眼睛了，郎先生。哎，我姓石的，朱大姐。人家营业员明明说是8000，你为什么说80啊？是不是怕我是个小打工妹，好糊弄啊？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是是是，是我糊弄你的啊！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个镜头修不了，必须买个新的。不是80，不是800，是8000，你赔不赔啊？嗯？赔，赔就赔，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我现在赔不了你啊，但是你放心，人不死账不烂，我早晚会还给你的。我给你写个欠条。纸笔，滨江大学女生宿舍楼1202室。喂，你是滨江大学的女学生啊？哎，出来工作也不用上课了吗？您是我姐的地址，她是滨江大学的学生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赖账。我2次丢工作都是因为你，还真是我的扫把星。哇，已经很久没有人天天说我什么扫把星什么的，什么年代了？不过这样的名称我喜欢，谢谢啊。我走了，大扫把。要不要送你回家？不用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关系是杨白老跟黄世仁，不适合走得太近。说你不敢坐我的车，就是不敢坐我的车，还找那么多借口。我给你汇报一下，我已经从华雷辞职了，准备入驻盛世。我有信心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还有昨天我终于见到了那个蒋大伟，这老混蛋对于保持自己的形象还真的挺有一套的，稳重从容，很有成功者的气度，在外面那些人面前装的还挺那么回事的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不过老了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让您帮我做做主。您老人家临走之前，天明当着您的面说要照顾爱我一辈子的，可是您这才走了多长时间呀，尸骨还未寒呢，天明就说话不算数了，而且他还让我把这个银手镯当着您的面还给他。你胡说什么？谁变心了？你要是没变心的话，干嘛跟我提分手啊？我们的问题不是变心的问题，是我们根本就不合适。怎么就不合适了？换作是你，有一个人
一天24小时一直盘查你，你受得了吗？你没有安全感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造成的。难道是我的问题吗？一开始是谁说的？说让我以女朋友的身份照顾姥姥的，现在姥姥走了，你就可以说话不算话了，出尔反尔了，对不对？不是那样的。我知道，从一开始你是不是很喜欢我？但是我照顾姥姥之后，你是认可我的呀，啊？而且你还当着姥姥的面说要，你说我是你女朋友，你是我是说过，我也保证过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们交往这3个月，平均每一天吵十几次架，你想一想啊，每次都是你无理取闹，没事找事儿，你真的觉得我们这样合适吗？对，我无理取闹，我无理取闹，那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安全感。一开始是我主动的，没错，但是你也没有拒绝我呀。自从姥姥病了之后，你才承认我是你正牌女朋友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爱我，我怎么有安全感呢？佳佳，的确你是一个好女孩，我非常感激你那么细心的照顾我姥姥，特别是在她最后几个月的那段日子里面，我真的很感激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激你。所以我曾经想过要好好的跟你交往，我承认我跟你交往的这3个月我是认真的，我发誓我真的是认真的。你要是想证明你不是我想的那种混蛋，那你就当着姥姥的面说你爱我啊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你说不出来。姥姥，我是真的爱天明的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能够当上你的外孙媳妇儿，真的不要让天明错过一个这么爱他的女孩。这，佳佳，天明，就算你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爱我，但是我求求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？你不要把这个镯子要回去好不好？我多疑的毛病我尽量改还不行吗？你怎么来了，哥？来看看你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欢迎。对了，我刚刚从华雷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为什么？华雷可是世界500强企业，你要想好。我要去盛世集团。盛世集团也算个不错的平台，不过你确定比华雷的发展好吗？不知道，这是姥姥临终前嘱咐我的，所以我必须要完成。姥姥临终前的嘱咐？嗯。你把我说糊涂了。那边给你什么职位啊？你应该问我，我跟他们要什么职位。什么职位？说吧。人事部经理，不过他们没答应。那你就敢辞职？那么有把握？怎样？不相信我？跟你赌，赌一个花生怎么样？这个盘子都送你啊！喝酒去。好好喝什么酒啊？心里不痛快。你刚才不是自信满满，又不痛快了？就当是我给你这个穷酸画家改善伙食怎么样？别问了，走走走。行了，也别出去吃了，叫外卖。上回你拿来那瓶酒啊，还没喝完呢。行，哎。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。行，您老人家来了一定好好伺候。来了，伺候好你老人家。赶紧的。哟，什么情况？杨家罢工了？说什么？罢。哟，怪不得凉凉的。不好意思啊。
哎呀，别提了，前两天又差点分手了。又分手啊？这回又是闹哪出啊？你别挤兑我了，行不行？挤兑我的人已经够多了，不缺你一个。你也别太过分了。你说杨家要长相有长相，要学历有学历，又是亿万富豪的女儿，对你一片痴情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她是亿万富豪的女儿又怎么样啊？我要的是娶老婆，不是找一个刁蛮公主。那你说说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老婆？最好是不要矫情的，要洒脱一点。就是我一说走，啊，他可以马上坐上我的哈雷，跟着我去闯荡世界的那种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你说这些条件，杨家都能做到？他出门要住五星级酒店的，只要车能到的地方，他双脚绝对不沾地。世界对他来说，只能用来巡视，怎么可以闯荡？那你可别忘了啊，她是姥姥钦点的孙媳妇，就凭这一点，就能打败敢欺你哈雷那些妞。这事儿你想好吧，反正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买。我知道了。我跟你爸说你的秘密。哪儿？喂，你好。给我。找哪位？哦，喂，你好，我找许墨轩。找你的墨轩？哎呀，应该是个美女啊，声音不错哦。喂，哪位啊？啊，喂，许墨轩，我是安宁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要过来？欢迎啊，当然欢迎。那我一会儿下去接你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普通朋友，一般说普通朋友到最后那个关系都不普通了。到什么程度了？第一印象还不错吧？先看看，交往交往。啊，来，我收拾一下房间，太乱了。还收拾？你这里已经比我那边干净10万倍了。我不像你，我受不了。强迫症。行了。你慢慢收拾吧，我去当电灯泡。哎，你别走，咱哥俩好不容易见一次，那女孩性格很豪爽的，不会介意什么的。你待这儿吧，帮我把把关。豪爽，女汉子？你什么时候变口味，喜欢女汉子了？我怎么就不能喜欢女汉子啊？可以，层次不一样嘛。喂，这些怎么可以招呼人家呢？给你买点吃的，顺便帮你带束花给人家。哎，是我哥，了解我。当然了解你了，矫情。红玫瑰。哎，红玫瑰就不要了，给他来束白百合，更适合他的气质。女汉子什么气质？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那就是清洁。洗衣粉。哟，一个月碰见3次，你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？怎么又是你这个大扫把？今天不知道又要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。哎，对债主客气点。不用提醒我，欠你的钱我尽快还的。
跟你开玩笑嘛，那么认真。在这干嘛？看朋友。你朋友住这儿？我朋友也住这儿。你朋友？啊？我看是女朋友吧？这么快就有新欢了？我一哥们儿住这儿，他女朋友来看他，这花是给他女朋友买的。谁信你啊？我告诉你，给我老实点，要不然下次我见到我的恩人姐姐，我是不会替你保密的。随便，来，一会儿介绍我哥们儿给你认识认识。算了吧，就你的狐朋狗友，本姑娘才没兴趣。安宁，莫轩，你们认识？原来莫轩说的那个哥们儿就是你呀、啊！刚才电话里那个人就是你呀、啊！你平时不是凶巴巴的吗？怎么一到电话里面讲话那么温柔啊？刚才那个女人声音就是你啊！你别高兴吧，装女人声音这么像。安宁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天明哥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，这是安宁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你这花，喂。拿，送给你的，安宁。送给我的？对。谢谢啊，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送花给我呢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就是第一个送你花的人，真荣幸。哇，这房子真好，房租应该挺贵的吧？一个月800啊。这么贵啊？哎，坐、啊。还有强迫症的，这清爽干净的背后是令人抓狂的严格要求。以后做他的老婆，惨了。那也比邋里邋遢的人要强。哎，朱小姐，咖啡。杨白劳女士，您的咖啡。百合花女士，咖啡啊，慢慢喝。怎么让我的恩人喝这样的咖啡啊？我去磨点现磨的咖啡豆给你们啊。你想好啊，等你磨完咖啡豆，他都挂了。帮你把花插上。哎，不许动！这可是墨轩送给我的。哎，这花是我下去买的。那也是墨轩送给我的。买花的钱是我出的。那也是墨轩送给我的。哎，行行行行，这花是你的，是墨轩送的，你抱着他别撒手啊，抱着他一辈子啊。要你管。喂，你跟墨轩怎么认识的？无可奉告。这些画都是你画的？对啊。哇塞，太好看了！墨轩，你一定是你们系最有前途的学生。还行吧。不过，怎么都是人物画呀？为什么不画风景啊？我喜欢人物，因为人是万物之灵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然后把他们的瞬间捕捉下来，再定格下来，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儿。天明，咖啡。谢谢。天明哥喜欢摄影，也喜欢摄影人物，你看过吗？他呢只对你的作品有兴趣，你们就继续互相崇拜吧，不用管我。吃错了。墨轩，如果有空的话，你能帮我也画一张吗？可以啊，不过油画挂在寝室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我帮你画一幅素描吧，好吗？好啊。当然好。他呀最喜欢画这些人体素描。别捣乱啊，我一会儿就帮你画。那谢谢啊，麻烦你了。就当是上回感谢你。什么事啊？别告诉他。爱说不说，谁稀罕听你们的艳事。哎，别动，
我没动，我去拿抹布。墨轩，要不要帮你啊？不用，你是客人，怎么让你做这个？而且这个地板啊，立刻得擦，要不是会有痕迹的。别动啊！等我帮你量一下你的三庭五眼。无聊。哇，那么宽，那么长。你的脸才长呢。行了。不是不是，墨轩，你看，他的比例真的有问题啊。有吗？没有啊，很好啊，五官的比例特别好，笑起来特别灿烂。安宁，你是个大模特批的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啊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难受。你怎么了？有没有止吐药？你别闹了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认真的。你弄两颗来，我不行了。墨轩，你最近验过视力没有？哼，别着急，改天帮你画一张啊。谢谢，不用客气。好了，安宁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哇塞，画的真好，从来都没有人给我画过画。墨轩，谢谢你啊。客气。好了，花也送了，画也画了，我们该吃饭了吧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该回学校找我姐了。吃完饭再回去吧。当时我这个扫把星，请你吃顿饭，帮你去去煤气，怎么样？扫把星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一块儿去吧，安宁。今天有人辞职了，心情不好，就算陪他。嘿，谁心情不好？辞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哦，原来你也丢掉工作了，看来老天还是挺公平的。赶紧吃饭吧，吃完饭他要吃药了。走吧，你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电脑呢？哟，张总，这么巧啊！看上哪一台了？我这随便看看。我这卡里20000块钱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张总，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帮助，但这钱我不能要。平时我捐给山区里贫困孩子的助学基金，远远超过这个钱。啊，如果你把我的话解读成其他意思，我收回。不不不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孙杨，其实这钱，你现在还年轻，需要学习，需要进步，你不能做一辈子小打工仔啊。你爷爷奶奶的医药费，你怎么能供得起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不用担心。你不说，这钱安静不会知道的。你进去买吧，我在车上等你。Thank you.
这个钱我不能要，您收好。宋阳，宋阳，宋阳。哎，洗衣粉，你这样一直捧着那束花，你手不累啊？什么莫名其妙的？你打算给我起多少个外号？谁让你一会儿又养猪的，一会儿又养白狼，一会儿又捧着那个百合装淑女？谁装淑女了？我本来就是淑女。我又点了一条3斤多的鱼啊。你请是吧？没问题，随便点啊，都说是兄弟了，尽管下手，难得被你宰一次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先帮你把花放上。谢谢。没事。你喝那么急干嘛呀？没事，他平时不这样，最近可能跟女朋友闹矛盾了。我看干脆分了算了。虽然杨家姐姐会难受一阵子，但起码我逃脱这个魔掌。像她这种又漂亮又善良的大好人，怎么就跟了这种人？什么什么这种人？我什么人呢？我，喂，我跟她的事情你知道什么呀？瞎说，有病？你有药啊？你俩怎么一说话就掐呀？吃吧，来，把嘴堵上。可能我上辈子欠了她很多钱吧，是吧？不用你提醒，欠你的钱我会还的。小短腿还是个神经病。老，真是碰到扫把星。姐，小宁，我跟你说，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她昨天看到了一个人长得很像乐乐。乐乐，当时妈准备收摊了，就看见了一个孩子。乐乐，哎，你别跑啊！他想去追，可是这哮喘病又犯了。跑不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这个孩子跑掉了。姐，我觉得应该是乐乐。这如果不是乐乐的话，为什么会出现白家小院外面呢？我也觉得，应该是他。如果是乐乐的话，就太好了。这说明啊，他是平安的，而且行动是自由的。哎，都4年了，乐乐总算是有了一些线索了。我来找你，就是想让你明天回到家里问我妈具体的情况，看看我们能不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，把乐乐找回来。叔叔阿姨好。哟，这不是宋阳吗？你怎么在这儿上班啊？来，帮我挂一下。那。快点儿！这服务员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没事儿，捡起来吧。你跟这个服务员认识啊？他是我女朋友的高中同学。我说张明啊，谁是你女朋友？安静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安静是我女朋友，你当着人你把话说清楚了。